但我还是本人，我要当面夸你一句，你很好笑，非常好笑，谢谢。我非常喜欢你。因为我们有一个群，叫沈阳明星群，叫沈阳明星群。然后有一天就是他就进群了，然后我就想是谁拉的你来着的？海涛哥。哦，海涛哥拉他进群了，然后他很受欢迎，就所有人都说欢迎你来，欢迎你来。然后我其实我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但是我没说。我想偷摸加你，但我也没有意思。是吗？我也想，就是我那个群对我的用处是这样的，我看着这些人，我点一点，我说哎呀。那怎么加人？就觉得我们何德何能，对，是不是？我凭啥加人家微信呢？就这种，你把自己整这么谦虚。我俩是一样的，我俩就是那种主动跟别人加微信是一件特别难为情和难需要勇气的事情。比如说宋小宝老师吧，我可能每天都会，我每天都看一眼，就不敢加他。对，不敢加，因为就是觉得对，就感觉怕打扰人家。我跟宝哥还见过呢。见过你都不敢加、啊、然后完了你听我说呀，当时我没好意思当面跟他要微信，然后他走了之后我想从群里加宝哥，不能从通过群里加、啊、那个群设置，哎呦傻了吧，好难过。完了没加上宝哥微信，我就不好意思加别人，我老感觉加别人微信啊不好意思。 对， 对， 对，就是就这么，我见就大老大张伟，我见大老师，嗯，我俩得见10次我都没好意思跟他要微信。是吗？